明晚八点，自然堂冰肌水，筑梦情缘。韩娟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找那个叫曹俊的人，你想让他出来作证，可成龙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呀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成龙他也是。那我就替那个不孝的东西跪下来求你，明晚八点，筑梦情缘。